我今天过来给我们即将去南极的朋友何凯同学送别，然后看看他为这次南极的旅程做了哪些准备。Hello， 杜老师。一定要把我的奥尼尔拍进去，这才是真正的热火。哇，这也装不了个啥，我感觉这两个箱子我装的东西差不多。那我就带这个吧，带两个。去南极？去南极？大年带礼物？对的。带一些衣服。带一双鞋，然后带点维生素片，带一个硬盘，里面下好了我要的电视剧、电影，健康的电影。哎，这个我可以带到雪龙号上面，把它扔在健身房里面，对吧？到时候变成一个肌肉小男孩。肌肉小男孩。如果你会不会爱我？爱河，你一看就不上 B 站了。打球的地方离你们家有多远啊？啊，我的腿长八分钟左右，跟你的话可能要十五分钟。哦，这是什么血型？他是杠号零零八，他是杠核底线。这样就可以，是不是？走，完成我们人生的第一个 vlog， 去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打球，在河边。这边就是我平时打球打的比较多的地方。去南极之前也跟大家约了一场球吧，几个朋友应该已经到了。哎呦，这段剪掉是吧？哎，你为什么要剃光头？到那边洗澡什么的不方便，要剃短一点嘛。像老凯帅一样。哎 ，Hello， 我来理光头的，你不要走了。反正去了那边，我要是理的话，我也是用大家推子这种来推一下。你们是七岁了吗？来看一下我理完发自拍是什么感觉。我操，是有点短。OK， 好摸吗？好机啊！球场一看就是很强的，没有人敢跟我抢板。这种一看到这种头的野球场，谁敢跟我抢板？大流氓好看，樱木花道。你自己说什么？你看奥特曼，我看你自己是不是很像呀？还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的。现在是21号下午4点。然后刚刚过来雪龙号这边报道，今天一早雪龙号10点在基地中心这边我们就出发了，然后会经历一个月，我们会在十一月下旬11月底的时候到达。看视频上澎湃。